气质粉尘甲其实可以搭配可爱图案，更加吸睛哦。今天艾米教大家做这样的款式啦，先准备好这些工具吧。用光疗笔蘸取北欧角胶的粉橘色进行上色，刷上甲面的1/5处，把笔上的胶擦拭干净后，将边缘处轻轻往上拍打，再向下刷开，找灯，用同样的手法继续上色。找灯，再次刷上颜色，但是注意每一次上色边缘线越来越低哦。找灯，采用少胶多次上色的方法，慢慢刷出渐变的效果，直到色块过渡自然。找灯，均匀地刷上光疗胶，暂时不用照灯。接着剪取适当长度的金丝线，制作出爱心图案。因为甲面是有弧度的，为了图案更加贴合甲面，用笔稍微调整一下。再将爱心图案置于甲面上，如果有起翘的地方，可以轻压图案哦。找灯，再刷上加固胶。找灯，最后整甲刷上封层，照干就完成啦。其他甲面图案也是这样做出来的呢，喜欢的话就快制作起来，交上你的作业吧。艾米看看哪种图案最受欢迎，商品链接在下方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